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有我？你骗人，你就是心里有我，你就是心里有我，对不对？我，哎，西西啊！你明明心里就是有我，你为什么那么怂呢？我怂？七岁那年，妈妈给我煮的面了，真有那么好吃？还能想起小时候？秋前辈说的没错，我好像也想到了小时候。任天堂精品店大堂经理何在？在。我宣布，任天堂精品店明天开始正式上架这个产品，定价为10两银子一碗。我好荣誉，好啊！哎，师傅。这个往里面加一点开水就能吃的面，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呀？往里加一点开水就能吃的面，就叫网开一面，好听吗？好，好，好。哎，请问我们的分成高点可以吗？这可坚决不行。这次是奇货可居，货是我出的，我得占大头。好吧，你找别家合作，我们东方府不干。邱老头，你不要逼我呀，逼我我就找王婆婆合作。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就是心狠，狠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这是我昨天晚上心情非常的不好，自己给自己挠的。吃面。我刘日天发达了，我现在是富一代了。公主好聪明呢，用了2天就赚了这300多两金子。你给我好好说话。
你们四个啊，明天把这些金子还给铁匠师，剩下的给我存起来，老子我要做生意。日天兄要做什么大生意啊？刘堂主果然俊杰，这些黄金，哎呀，这些黄金是我自己挣的，你们要抽税可不能抽太多呀。日天兄弟，东方府再穷也不会打自己人的主意，放心吧。我就说嘛，我老大家大业大，哪会在乎我这仨瓜俩枣的？话说呀，我为了还这个铁匠铺的钱，可算是煞费苦心呢。谁让我这个人这么正直，就不喜欢欠别人家钱嘞？嗯，欠别人钱总是不好的，可若是欠了人情，负了人心呢？嗯。什么人情人心的呀？日天兄弟，咱们明人就不说暗话了。舍妹今年已过二八，你准备对她如何交代啊？我对她没什么交代的呀。刘堂主，我且问你，你准备何时迎娶舍妹？ What？ 王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别跟着我，不好使，没有用，老子的堂主不当了。哎呀，你好好想想吧。哎呀，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嘛。啊，我们东方府啊，家大业大，有田有地，啊，又有人，何况你这么聪明，这么有生意头脑，你带来的那个网开一面呢？哎呀，你是不知道这网开一面的生意有多火呀，那可真是又红又火呀。正如你所说的那个什么，互利共荣啊。荣个屁！哎，你们这叫霸权主义，强制性行为。怎么着，我摸人的脚就得娶人家结婚了啊？你们古代人可真会玩哦。堂主，别怪老夫说你啊，你这么做可就不对了。一个女孩子的脚被男人摸过，她的一生就要跟这个男人的，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规矩。何况我们家小姐的脚被你摸过、转过、搓过、揉过，如果你不娶她的话，我们小姐这一生就毁在你手里了，知不知道啊？好。那你说你喜欢王婆婆对吧？那你娶小琴的话你乐意吗？哎呀，小琴那么小，那不是我的菜呀。就是说嘛，你们这规矩根本就不对。我天天上街摸姑娘脚去，不得娶个七八百个回来啊？哎，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会被五马分尸，你死得很惨的。就是的，而且照你们的规矩来说呢，这个玉儿啊，堂堂东方家大小姐，而我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堂主。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了，只要你点头的话，我就向盟主请求，会给你一个副盟主的地位。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了，你怕你身份低微，你不想攀高枝啊，你不想借女人吃软饭吗？我明白，我明白。我告诉你啊，比方说我吧，我以前就以为男人要努力，要坚强，不求别人，这样就是成功了。但结果五十多岁了，我现在才明白，男人呢，不是靠这样赚面子回来的。一个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害，更加绝对不会像阵风一样的东飘飘西荡荡，在爱情的漩涡里随波逐流。我告诉你刘堂主啊，刘堂主，哎，先生，你们几位啊？二位，这是我们店的菜单，你们要吃点什么呀？给我来个清蒸鲈鱼，再来个红烧狮子头，外加两只螃蟹。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种小店没有这些菜。少扯淡！嫌弃我们是吧？哪能呢？两位小哥气宇轩昂，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有话咱们好好说啊！少废话啊！走。哎呀，吓死我了！哥几个，他们看不起我，给我砸！还等什么呀？小心！哎呀！你们没事吧？秋叔，原来你会武功啊！
呀！呀！我！徐姐，你也会武功啊？你们两个，快，你不要去。哎哎，不是。原来还真有人守在这儿啊！为了之前的一句话守到现在，行啊！哎，我也没想到哲部师的经理原来也是怎么回事？中人呢？有什么瞒着我吗？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商人，不过我知道你们那边的破规矩，价格战压不死你们，有两下子。价格战是你搞的鬼？你应该就是邱长林了吧？我想，这条街应该是你整租下来，然后分租给那些商户的。现在这条街我要了，说吧，到底是想谈拆迁条件呢，还是想按武林规矩来？你是谁呀？叫我 Peggy 就行。哎呀 ，Peggy 啊，平乐舞台出了个外国人，你想怎么样？是我问你想要怎么样。好，按照武林规矩。爽快。那行，七天之后若是你输了，这条街免费让给我。七天之后要是你赢了，那我马上把哲不市美食街关了。关美食街？东西打烂了算我的，对不住了。秋叔、徐姐，原来你们都是武林中人啊！回去再说。不是，秋叔叔、徐姐姐，你们藏得很深嘛，练家子呀。哎呀，而且听那个大长腿说，你们还在守着个什么东西是吗？哎哎，原来你会武功啊！哈哈，徐老板。你也会功夫啊！哎，幸会啊！啊，幸会，幸会啊！不想说就不要说嘛。你们戏真的很棒哎。好，我就直说吧。我就是不想告诉你。哎，你个老家伙！哎呀，我想起来了，去年中秋有几个小混混跟我抢钱，有个蒙面女人一个打五个，是不是你徐姐？肯定是你！我说那个身材怎么那么熟悉呢？师父，既然日天已经看到了，不如我们就告诉他吧。告诉什么？不就是小混混过来闹事，我们教训他们一下吗？可是我们都……可是什么？回去。走。嗯。还想回去？快点。还想快走。哼。你邱大爷还有徐大姐，原来你们都是武林中人啊，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什么武林中人啊，没剩几个了，充其量也就是块草坪。草坪你也得跟我说呀，我想功夫都快想疯了，你们怎么不教我呀？哎，还有你们都和那个大长腿都会武功，在这待着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我不能说，我这也是为你好，好吧？知道多了更危险。我是谁呀？独行侠慕容浩，不是乱哈拉嘞。得了吧你，去年中秋要不是我救了你啊，你早完蛋。去年中秋原来是你救的我。哎，我还自称一代大侠呢，没想到被一个小女孩保护。嗯，你别矫情了行不行？烦死了，要是师父输给了 Peggy， 小世界可就没了。嗯，怎么会呢？我看邱大爷还挺厉害的，我打起架来就没人追黑啊。你是笨猪吗？你没看见师傅今天差点就输了啊？嗯，哎 ，Peggy 今天虽然没有出手，但是看他的步伐气息，的确是高手。比武，你到底有几成胜算啊？如果能够完全使出断魂枪法的话，有七成。只可惜啊，这祖传的断魂枪丢了枪头，枪不枪棍不棍的，哼，还不如一街干着。如果你用夺魂棍法打得过吗？
根本就没有什么夺魂棍法案。什么？我断魂枪祖师爷丘处方，在晚年的时候的确是根据断魂枪法自创了一套厉害无比的夺魂棍法，可惜啊，他只是传下来一套断魂枪的枪谱，夺魂棍法连我爷爷都没有见过。是不是枪谱传下来的时候有什么缺漏啊？枪谱的第一页的确是丢了，但是夺魂棍法博大精深，总不可能在那个第一页上就全写完。那你比武能打得赢吗？祖上传下的遗命到我这里怕是完不成了。我真是废物，废物，废物。不要不要。棍谱这事儿说不定我有办法嘞。这老祖宗的事情你能有什么办法呀？哎，就是老祖宗的事我才有办法呢。这条街有我慕容大侠罩着，我能拯救小吃街你信吗？鬼才信你呢。哼。东方连城还我清白，东方连城还我清白，东方连城还我清白。哎，刘柳天，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找东方连城要清白。各位观众，我刘日天兢兢业业，一心一为这个东方府做事，可以说是舍生忘死，死而后生，生不如死。然而他东方连城却卸磨杀驴，在我手刃金元信赚了黄金之后，却一脚把我踹出大门外。现在全天下都认为我刘日天是个小人，我的清白，我的尊严就这样被毁了。东方连城给我说法，东方连城还我清白。你给我住嘴啊。六日天啊，哥哥，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还要讨清白，你说。我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知道吗？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各位，此事乃是我东方府的家务事，还请各位散了吧。啊，散了散了散了。刘日天，你不是想要个说法吗？我便给你个说法，请。哼，堂堂东方府少主，四海盟的盟主，难道要杀人灭口不成？刘日天，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哥哥，不要。哼，东方连城，这剑可是你拿的，可是你用剑指了我的喉咙。是你。好。哼。东方连城，我的清白就这样被你玷污了，你可要对我负责呀。哎，你有病啊。啊，用剑指着你喉咙就玷污你了啊！这叫什么规矩啊？再说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会？能哪能啊？这就是我们大清朝的规矩，怎么了？不服吗？自然不服。再说了，我又不知道你们那里的规矩。对，不知者便不能怪，这是你说的。那他的脚踝按你们的规矩，我也不知道，这能怪我吗？你，这可是玉儿他。对呀。我刘日天既然敢叫日天，就是不怕规矩。我的规矩就是两情相悦自由恋爱，不是你们这样摸个脚踝就追着成亲的吗？可是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好，按照你们这里的规矩来呢，当然也是非常的可以的。但我先去东方玉的话，咱们两个先……好不好？哎呀，搞什么呀，两个大男人怎么能够成亲呢？哎呦，真是丢死人了。反正呢，我的话是说到这儿了，到底谁有理呢，你们自己想。你们东方府如果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一个从外地来平德城打拼的平漂的话，我也无话可说。来吧，东方连城，挥舞起你的大宝剑，杀了我吧。刘堂主说的对，是我错了，你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两情相悦自由恋爱，
师傅。嗯，好玩。嗯，师傅。嗯，玉儿。师傅，之前的事情我们东方家多有得罪，玉儿做了些点心给师傅赔个礼数，希望师傅不要记恨，日后还要多传玉儿一些武功。玉儿，你稍等啊。玉儿，是我该说对不起，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让你误会了我。师父，玉儿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说吧。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很多规矩，那你知不知道送女孩子玉镯是什么意思呀？那就是看你好看就送给你了。果然，看来一直都是我误会了。没事了，师父，那玉儿先告退了。等一下，玉儿。在你们这儿，送玉镯是什么意思啊？男孩送女孩玉镯，一般是定情的意思。嗯。你们这儿的规矩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师父，你先是大拜堂门救了我，然后又送我玉镯。摸了我的脸，最后还看了我的脚。我一直以为玉儿啊，对不起啊，一直以来做了这么多让你误会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已经有喜欢的女孩了。谁？在我们家乡大天朝国，她叫向西西。虽然呢你和她长得很像，但可惜你并不是她。玉儿啊，你看看你这么好的条件，长得又这么漂亮，堂堂东方家大小姐，多少人争着娶你还来不及呢，你干嘛喜欢我这个穷屌丝嘛，对吧？可我不在意这些名分啊，只要你愿意，玉儿就是你的。